这个树根盘根错节的啊，今天嘉义山啊很少人，目前没有看到一起来爬的人，有可能是因为昨天下大雨，今天早上又有点下雨，所以啊怎么没有什么人要来爬嘉义山。Evan 跟 AK 早就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有运动的人就是不一样，像我就平常没有在跑步，现在你看吧，如果平常没有在运动，然后又不爬山的话，这样怎么行啊？对，嘉义山果然很漂亮。开车大概两个半小时就从台北就到这里了，停车费才100块，其实还不错。其实主要是怕吊住啦，因为会车不方便啊。刚开车的时候真的有点担心，等一下还要回去。